哟，大家好，我是刘白老师，最近很忙的，忙着改一大堆考卷，你看很多考卷还没有改完，所以呢我没有时间进行那个抽奖活动。好，所以呢我就今天呢，现在因为是假期，好，所以呢我就快快的把这个抽奖活动给办好。好 ，OK， 这边就是那13个，对，13个幸运儿。好，到底要怎样抽呢？最简单的。就是让它摇咯 ，OK， 摇 ，OK， 摇到呢，剩下最后一个呢就是幸运儿，快，我们开始摇了。OK 啦，王刚强，恭喜你，真的是你是幸运儿 ，OK， 我懂 ，OK， 所以我懂就是谁了 ，OK， 所以呢，恭喜你，你就获得了这个 ，OK， 美国的自由女神 ，OK， 好，所以呢，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礼物了 ，OK， 最后呢，我就恭喜呢这位幸运儿王刚强。好，其他的幸运儿呢 ？OK， 好，很不好意思啊，你们就是，掉落满地了啊！你看，掉落满地了。好，所以呢，剩下的就是这位了。OK， 好，我就去改考卷了啦。所以 ，OK， 再见。